你在海边叠过石头吗？但你知道叠石的由来吗？圣经里面，你记不记得摩西？不是，摩西带着埃及人出埃及，是他们在荒野之中流浪了四十年。你想想看哦，这四十年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死别生离。之后呢，他们要一直往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啊。所以他们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他们将人掩埋之后，他们就在路边堆石头，对，当作是纪念他们的亲人。然后呢，每次想到一个人，我们就放一块，放一块，放一块，对不对？然后当你有一天你不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已经走过了，对，已经放下了。他其实到最后告诉我们，不管我们人世我们怀抱了什么样子的纠结，是有一天时间会让我们，对不对？希望啊。没有想到我们来花莲可以体会到这么深刻的是一个道理。我们在做10000年前的人在荒野之中流浪在做的事情。